因为你花生让你拔了。你们当然认为花生凭啥让俺们拔，就得让你拔。那当干那些花生不拔咋整啊？明天晚上把饭吃饱，吃饱了开始拔花生啊！别废话，都一个个的呀。明天我上城里，我溜达去。你上城里干啥呢？等我下地。不想闲人。我明天玩去。打你，俺没有票。俺没有票，我大哥有票，明天打你。大哥的票只能姐用，能用啊。我告诉我姐，告诉大哥，明天这块水质，我大哥走了吗？大哥，明天让他把一亩地花生拔了，不拔完不能下播。我看他咋的，票都用了。还轻还那还整不过你得了，搁那治你。明天都瞧好吧，兄弟们。啊，能点关注，兄弟们。今天的话，属于是你家也冷了，我也挺冷。今天的话，属于是收拾，一会儿下播。明天早上早点的啊，明天早上大概7点多钟咱就开播啊。明天得早点的，因为明天不下雨了。我要反抗。你能拿出你反抗的实力吗？咋的？俺们不拔，洋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拔，不可能，必须得拔。明天拿票打你也得拔。明天我叫我大哥，你叫你大哥也不好使。散会。太能跟我唱了，太棒了。啦啦啦，兄弟姐妹们，我性格太好了，我这脾气。脾气挺硬啊。下播我告诉你有事儿，我跟你提前说。